欢迎各位再次收看《胡服骑车》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97集的节目。我们今天的话呢，来给大家分享这一款传承系列 Deluxe Class 的真鼻。那为什么挑真鼻这个这么冷门的人物来做呢？因为我的咳嗽还没有好，我稍微激动一点的话呢，就会一直咳，所以我挑一款呢不是那么熟悉的人物呢，所以我来做呢，我会比较冷静一点，又怕讲错了啊。虽然我自己也不是很怕讲错，那隐者战士出生的人物，他跟这个玩具这个配色呢，跟 G1 的玩具的配色可以说做到几乎是一模一样了。那他在 Combiner War 时代呢，有一个重涂的模具，也是涂成了真鼻的配色。那这一次的话呢，算是他自己的独有的模具了。当然，后面会不会拿它去涂成别的角色，我是不知道了。它的一个头身比例其实做得很漂亮啊，四肢的比例都很好看。那该有的偷胶呢，也是完全没有少给我们偷啊，都偷到了。那么它的拳头可以转啊，是比较让我有点小惊喜的。不对，有一个双动关节的手臂，变形的时候会用得到的。那腰也可以转，只是比较紧。脚前后踢头雕好看啊。血红色的双眼非常好看，狂派的标志也是非常非常的帅气。后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飞机的头，不过好像以前的玩具就是做成这个样子。然后这个，脚踝有一个接地，那这个地方这个金属蓝色很漂亮啊，这个特殊的光啊，这个打起来其实还是挺漂亮的一款。那它附带了两个目标战士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讲错，是目标战士吧？那，几乎呢就是两把枪而已了，已经没有什么可动了，就是一个造型。它虽然做出有拿枪，但其实它的手脚全部都是刻画上去的。那他们唯一能做的就只有变形成枪而已，就是这样子，变成一把大枪，那就可以轻松的握持在手上。那么呢，我们呢就你可以想象说呢，哇，它是一个 Deluxe 等级。以往的话呢，如果官方的话，如果要再恶心一点的话呢，是完全可以把这两个家伙再另外做成核心，就是 Legend 级来卖，但是这样就太过分了。而其实呢，这种做法呢，在 IDW 2014年的经典4.0我是这么称呼他们的这个大铁铲，那个时候也是一个 Deluxe 等级呢，配两个，这个目标战士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个时候的目标战士还是有基本的可动的啊，那变形的话呢，当然也是可以变啊。这样翻过来，这个就前几年的这个官方的那个，从至尊神力开始吧，就这个系列的玩具，但它是单独拿出来卖的，而在2014年的时候呢，至少它是直接放在 Deluxe 等级里头一块卖。那现在这种等级的玩具可能都是跟 Voyage Class 放在一起，然后就卖的比较贵啊，就这几年来看上去就是各种有的没有的涨价了，那武器拿起来之后呢，好不好看？我觉得挺好看的，因为它的比例确实是挺漂亮啊。那它的说明书有讲到说后面的这个是可以取下来，但是取下来之后，有什么特殊的设定，这个我就没有很清楚了啊。那两把大枪的话呢，也是可以互相做一个组合的。那组合的话，就是看你怎么拿吧。这个好像本来他们两把枪是有设定，可以组合成更大的枪。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，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背后的话呢给打开来，这个地方，这里打开，然后呢前方这里也给打开，头的话呢先给翻进去啊。那手臂的话呢，这里有一个紫色的凸，对，紫色的洞啊。把它给扣上去，这也是一样啊，两侧都把它给扣上。好，扣上之后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手臂往内塞进来，到这里。那么这片部件呢，往上翻。好，我们先到这儿吧。那这个地方，就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结合，上下有一个结合，扣上去。这个地方也一样，把它给扣回来。好，都扣回去。再来的话，就是把脚啊，就直接的包覆过来这个地方，看到吧？这个地方就把它给扣上去。这里也是一样。好，然后呢，两腿往中间过来做个集中。那集中之后的话呢，也给各位看一下这里吧。它的一个这里面有两个灰色的凹，它这两个紫色的凸，这个地方有个紫色，对应片也有啊。
两个把它捏住之后呢，一起往上面啊，把它给扣进去啊，这样的。因为有时候要盲扣，有时候不一定能够刚好扣得到，但是基本上如果前面都扣到的话呢，应该这里不会有什么很大的困难。那这个翅膀就放下来就可以了。最后这个地方啊，有一个蓝色的凸啊，对灰色的组合这边啊，稍微去调整一下啊，轻松的可以扣上。公差算的是比较准的，这个是官方玩具的一个很大的优点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那真皮的变形过程呢，就算是完成了啊。下方就没有其他的起落架，而且一如这个坎白勒沃时代的这种非常厚的底盘啊。那上方来看，配色是挺漂亮的啊，特别是这个银色跟水蓝色的这个金属光泽，有一定的表现程度。那放在桌上平放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一体性也很好。那武器的话呢，就是扣在这个啊一个凸跟凹的结合，就没有任何的扣，这个真的是没有什么难度了啦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它的全武装的状态。而说明书的话呢，还有提供了其他几个一个组合的方法，像这个，你把它给拿下来的话，它可以再组合成一把更大的枪了啊。但这个时候呢，就是两侧的话，这个地方就把它给掰开啊，扣上去啊。那这里的话呢，就是把它的这个黑色的部分，这里有一个缝，对不对？缝去卡住这里。卡在里面那一层，里面那一层的中间这里啊，把它给卡上去，往上一顶啊。虽然它是缝往上顶，听起来有点奇怪，对。那这个另外把紫色的枪就扣在这边，好了，就完成了它的说明书上有的一个形态啊。当隐者战士里头，我不晓得他们是不是有这个形态，如果有的话呢，那就是相当尽量的去还原到游戏不对，这个作品里头的设定，那我觉得也是有点好看了，摆这样子，好像有一个加速的一个感觉。整体来说就是一款，就如果你有看过《隐者战士》的话呢，因为它的模具非常的少，那这个玩具的话你可以考虑一下。那如果你没有特别的偏好的话，那这就是一款非常非常普通的一个Deluxe 等级的表现的一个玩具了啊。那今天就为各位进行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